大家好，我是苏群，今天这场比赛由我来为大家解说。准备好欣赏华丽与实力兼具的表演了吗？双方跳球队员已经按耐不住了。红方拿球，首分不愁，出手。蓝方拿下了球权，出手。这球还是太勉强了。蓝方率先拿下第一个球，这防守也太弱了吧，这球确实难进。妙传，出手，时间到，球进了，完美的压哨球。这传球可真灵活，传球，这传球可真灵活。 Oh my god， 他真想把篮板都给震碎吗？没进，看篮板球了。这传球可真灵活，传球，出手。这球确实难进，今天命中率不高，传球就看篮板球了。出手，这球还是太勉强了。出手，这球出手他自己就感觉没有，接到球了，传球。再进一球，出手。这种防守下强行出手肯定不进。就差一点儿，传球，把球传出去，寻找进攻机会。本方赛点胜利就在眼前。出手，注意防守篮板。拿着球，梆梆梆的乱突，有点勉强。不过还是进了。本方赛点胜利就在眼前。这球确实难进，这球差了点运气。漂亮，妙传，出手。这球确实难进，这球传到了空位队友手上。精彩绝伦，只剩一球，比赛结束。这真是紧张刺激的一场比赛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苏群，今天这场比赛由我来为大家解说。双方已经摩拳擦掌，迫不及待了。看蓝方这架势，跳球感觉完全没有问题。哎呀，蓝方失去了先攻机会，陷入了被动啊。出手，这球还是太勉强了，这传球可真灵活。出手，这球确实难进，神一般的突破。出手，
这球还是太勉强了。打个球，梆梆梆的乱突。出手，可惜差一点儿。传球。南方率先拿下第一个球。出手，韩伟出手获得三分。出手，这球出手他自己就感觉没有。出手，漂亮！就问还有谁？这球传到了空位队友手上，这球还是太勉强了。出手，这种防守下强行出手肯定不进。漂亮，妙传。出手，内线是不是没人防啊？让他予取予求。真想把篮板都给震碎吗？可惜差一点儿。传球，把球传出去，寻找进攻机会。这球出手他自己就感觉没有，这球差了点运气啊。这传球可真灵活。出手，这种防守下强行出手肯定不进。传球，出手，可惜打铁了。妙传，出手，本方赛点胜利就在眼前。漂亮，妙传，漂亮，妙传，出手。可惜差一点儿。传球，本方赛点胜利就在眼前。出手，这球有失水准啊。蓝方获得球权，出三分线。出手，可惜差一点儿。传球，这球传到了空位队友手上。完了，这球没进。传球，出手，你看上来就是一个失误。出手，可惜差一点儿。最后时间，最后机会，加油！出手！哎，仓促出手肯定进不了的。